要准备一啲萝卜切粒，份量系三分一杯。我是用罐头的笋尖，你可以用新鲜的竹笋。将它切粒，份量是半杯。这里有一盒滑豆腐，不需要用完，我用了半盒。要将它切粒。要准备一些粟粉水，最后埋芡。我是用蘑菇精调味，你可以用其他现成的蔬菜汤，有一片姜，还有一些皇帝豆。要准备定一些热水。现在我们来煮这个汤，加油，轻热锅之后用中大火。爆一爆片姜。加埋啲竹笋，同埋红萝卜，兜炒一分钟，跟住就可以加四杯热水。仲加皇帝豆同埋豆腐，加埋落去。冚盖，用大火滚起。滚起咗之后，转中细火煮五分钟。我是用蘑菇精调味，你可以用任何现成的蔬菜汤或者自己煲的蔬菜上汤调味都得。加适量的蘑菇精，仲有少少盐，跟住再可以加翻一啲生抽，调翻起汤的味道。到最后再撒翻一啲胡椒粉同埋麻油，再加翻一啲适量嘅粟粉水埋芡，好似都仲系稀咗少少，再加翻少少粟粉水添。咁就差唔多啦。依个汤嘅材料配搭好有口感，豆腐做汤羹特别嫩滑，有时间都可以试下噶。今日嘅分享系咁多啦，下一次再见。